今次呢個 program 就係由賽馬會資助呢個香港小沙翁去舉辦嘅發電廠計劃嘅2018嘅，咁呢個係第一年嘅舉辦嘅。咁呢個發電廠計劃就係俾一啲15至18歲對呢個戲劇有興趣嘅青少年就去接觸後台工作呢個行業啦。咁呢個課程裏面會有燈光、服裝、佈景、道具、音響呢五科嘅嘢去學啦。咁係每個禮拜大約翻3至2堂咁樣啦。培訓一些年輕人可以在舞台幕後嗰度幫手。兩個月的暑假入邊，咁多後台所有的 department 你都可以參與到，都可以學習到所有的嘢，係好全面同埋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識同埋好專業咯。很多觀眾啦，俾錢入場看一套劇咧，其實主要都係睇劇情啦、演員啦。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入到場睇套戲，咁你啲效果靚係應該嘅，但其實很多嘢都係 designer 喺背後付出咗好多，但係冇人知咯。去上個禮拜去到太古嘅場地啦，咁真係好真實，第一次咁樣睇佢哋排練啦咁樣。我見到每一個人都喺度忙於自己嘅工作。即係我原本以為是很悶的，即係以為沙坐喺度聽嘢啊咁樣啦，點知原來係有好多嘢要去做啊，又要去考察，要交功課咁樣。如果呢個 program 真係有第二屆嘅話，我諗我同另班同學都會一起翻嚟噶，因為呢度都幾多回憶下嘅。準備3、2、1，喂唔齊喎，嚟啦，3、2、1。